咦，又可以跑步嚟啊？喂，男人老狗一日都去跑步，喂，咁唔係辦法噶喎。喂，阿飛啊，阿飛幾好噶？邊個？嗱，金屬先話你聽啦，佢今日先翻工嘅啫，啱就快手，如果唔係就認識咗 Richard 嘅啫。 我跟他最接近的时候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有0.01公分。我对他一无所知。那个钟头之后，他喜欢在另外一个男人。你走定喺度食噶？拎走噶？你新嚟噶？你见过你嘅？你中意听啲咁嘈嘅音乐嘅咩？系啊。我谂好多嘢啊嘛。 你中意谂嘢噶？咁你中意啲咩啊？师傅，咁都话俾你听，你咧？厨师杀人。 又厨师沙律，又厨师沙律，乜你慢慢食唔厌嘅咩？买俾人食噶。佢朋友，乜佢好中意食厨师沙律嘅咩？买去咪买咯，佢又冇话唔中意食。佢冇讲出口啫，你点知佢唔想试下啲新嘢啊？诶，炸鱼薯条啊，几好噶。买咗佢唔中意食咁点啊？咁你咪买份厨师沙律，加多份炸鱼薯条，好衰噶。 冇嘥錢，十廿蚊咋嘛，俾多個選擇佢幾好咧。咁一份廚餘沙律，一份炸魚薯條，好。喂。